做多啲壓迫，個壓壓一壓咗，封個壓先，然之後先打身，揚一揚個頭之後先打身。你唔好直入去打身，佢慣咗個手身落去，你害死佢啊！跌咗隻手落嚟啊！比賽嗰陣，唉，揩咗個頭，有個 set up 先，之後先打身，係啦。根據自己個角度，個腳程啱唔啱，放幾多力，唔好下下都 full power。勾拳、直拳、upper 三種樣嘅嘢，係放到 body 係啦。係，冇事。係，你見阿峰一打咧，鏟入去打 body。佢擦過去個拳嘅感覺，係等佢學識點樣取消到出下拳，取消到嗰個力，唔係太硬啊！佢都係輕快啲啊，風你可以打佢膊頭啊 ，control 佢個頭啊，去控制佢噶嘛，你唔使下啲硬打啊嘛，你叉住佢啊，轉下個膊頭啊，只腳嘅 angle 啊，有時要攝入去啊，唔好就係識褪啊，褪到咪係咁瘋狂衝埋嚟咯，攝落去啊！低啲，冇接過一下都，唉，黐落去，黐落去，你 feel 到有短拳嚟，你就要呃上去，唔係褪後，你一褪後咪放翻個中場俾人打咯。後手搶下啲位，放出去，係摸住個拳頭，係摸住個拳頭，你咪知道拳頭喺邊度啊？係，招式嗰下 body 好靚，開始。有个前手控制到阿峰，摸住啲嘢嘅，交替只左右手都可以夹摸住啲嘢嘅，系改变个深度，系你话我同我打好难嘅，那个深浅嘅关系咪 nice， 控制逼下去，成日俾啲假嘅距离佢，系啦。系，咁咪过咗啲咯，挨咗临尾半下啫嘛，好过冇啊。系 ，nice angle 靓，所以招仔要封佢啊，佢唔系一转来转去打唔到波点。系啦，个 high 格系啦，封到佢 ，nice 打下，系啦 ，nice， 两个好好。